它是真的能够保暖的。然后再来，它有一个跟风衣外套很不一样的特色，就是它的手袖是包起来的，它不是做那种宽的，就是那种很寒风很宽袖，它是做这种窄口的，所以我觉得相对的质感提升。再来，它是毛呢的，大家应该都有买过毛呢大衣，里面一样帮大家做一些内里，让大家比较不会沾黏黑色的衣服哦。后面的绑带，如果你想当外套，可以绑在后面，然后颜色非常的漂亮。再来，风衣的纽扣一定都会做比较大颗的琥珀扣，来。就这样就好了，当成是很时髦很贵气的风衣外套，就绑个十字结就来了。它是有口袋，当然外套这件风衣外套版型一定要有口袋哦，这绝对是专柜最有质感的卡其色咖啡，它不会让你觉得哇我穿起来好暗好难搭哦。你看一下这样搭纱裙去上班，哇也超赞。像我现在故意绑很紧啊，你不喜欢太紧就松松就好，我觉得它又可以遮到屁股，然后上班休闲穿裙子约会都可以穿。再来围个围巾，相信一定也很好看。